你是否曾经因为拍照对不准焦而烦恼过？自动对焦让你不再成为跑焦大师。自动对焦是一种便捷的对焦方式，比起手动对焦，它更加准确、快速。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对焦传感器测量进入镜头的光线，然后计算出焦距和被摄对象距离，从而确定焦点位置。影像处理芯片根据传感器的测量结果，计算出需调整的焦距和对焦点，并驱动对焦马达，实现控制镜头、调整焦距的目的。自动对焦系统通常支持多种对焦模式，例如单点对焦、区域对焦、眼部识别对焦、跟焦等等，让你的摄影更加得心应手。自动对焦让你拍出清晰可用的照片，轻松定格每一个精彩瞬间。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使用体验吧。